来来来。哇，猫姐还会开车啊？怎么，姐看起来不像硬核老司机吗？可以可以，咱们这要去哪儿？把安全带系好，我们去接两个神秘人物。哦对了，跟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一个弟弟，叫小白，也是我现在得力的摄影助手，一个温柔帅气的巨蟹座小男孩。大家想不想看小帅锅？快在弹幕上留一下呼声。今天这期视频呢，猫依旧为大家准备了生活中超实用的健身教程。不过在跟大家分享重磅干货之前呢，咱们先唠一唠我最近的生活吧。你们可不知道，猫的生活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啊。这个变化就跟我现在要去接的两位神秘人物有关，就是我的爸爸妈妈从江西老家过来陪我了。哎，你们还没见过猫爸爸？我爸可胖了，肚子又大又圆，一点也不像我。自从他俩来了，我妈就想着法儿的做又好吃又不长胖的健康餐，一方面帮我保持身材，一方面顺带着帮我爸也减减肥。最近啊，他发明可多新菜了，什么鱼香鸡胸肉丁啊，无油版蒜泥茄子啊，还会自己做五香牛肉干给我当零食呢。我最近的头等大事就是每隔两三天接送他们去采购一次，每次一采购就意味着猫这天又能尝到新菜了，嘿嘿嘿。看的啥子啊？开气吗？开气，开气。小白，你知道开气是什么意思吗？你们知道开气是什么意思吗？爸，开气是啥意思来着？发的车子漂亮大方。啊，开气就是普通话翻译就是客气，就是漂亮啊，大方啊，好看啊。比如说你们都很开气，就这个意思。你们前面在家里干嘛呀？给你猫打扫打扫卫生。出来锻炼锻炼，散散步。耶，你现在转弯蛮稳的，比以前技术好多了。爸，你都多久没坐过我车了？什么叫好多了？我本来就还不错，好吧。不过这车也确实好开，转弯挺轻松的。以前看你在家掉个头，手忙脚乱的。那是你以前在老家的车不好开，那能怪我吗？这跟车子还有什么关系啊？不是你技术不行吗？我觉得今年开得挺好的，比你强。你看这车开得它多顺啊。妈妈，我前面转弯你会觉得晕吗？不会，还蛮稳的。你别说，这个车的空间挺大，坐得挺舒服。弯道掐嘎呀。你们要不要猜一下掐嘎是什么意思？可以在弹幕上再猜一下。妈妈，掐嘎是什么意思？好。就是好啊，厉害呀，就是说你这个水平很掐嘎。好，我就停这儿了，我不跟你们进去了啊。啊，好好，我们下去买菜去。你们猜他们今天会买什么？我猜肯定有鱼，我妈知道我爱吃鱼，估计肯定还会买辣椒，他俩太吃辣了，江西人吃辣的水平。话说你们吃过剁椒水蒸蛋吗？我妈还真说对了，这车空间挺大的，奥斯维内饰材质特别好，坐着舒服，开着也舒服，最主要是行驶起来稳。哎，对了，平时自己开车的小伙伴多不多呀？在弹幕上扣个一，让猫康一康。哎，真诚给你们安利一下我正在做的这套车内健康操，之前教过大家挺多场景的运动的，有家里的，有户外的，还有办公室的。没想到在车里也有专属的锻炼方式吧？对于驾驶员来说，开时间长了不仅不舒服，还有影响行车安全的风险，所以后来我就编了一些动作用于缓解驾驶疲劳。今天出门倒不算远，而且这车开起来也轻松，谈不上累，但多活动活动聊胜于无嘛。来，趁这段时间正好仔细教一下大家。哇，这 BOSS 音响感觉在音乐厅。我们可以先把座位往后调一点，让自己的活动空间更大一点。然后第一个动作，双手交叉放在自己的脑后，向后缓慢的抬头，低头，抬头，低头。好，然后是肩颈，将手按在我们肩膀的这个位置，就是比较容易酸的地方。然后，对，然后左手向外画圈。好，换另一侧，然后做一下斜方肌拉伸，把这两边比较僵硬的地方给拉伸一下。
先往右侧，然后另一侧。好，然后活动了一下手，因为开车久了小臂比较僵硬嘛，所以把小臂拉伸一下。对，向外。好，反方向也是。然后把左手往这边拉伸一下，我们左臂后侧。再换一只手。好，这一步做完，拉伸一下我们的胸肌，正好把手肘抵住座椅。对，把这边往前，把这里拉伸开，这样可以拉伸一下我们的胸部前侧。反方向也是一样。好，最后就活动一下腿，这样双手往下，然后从上往下的敲打它，对，加速一下下半身的循环。换另一条腿。这套健身操真的很适合司机师傅以及经常需要开车外出的小伙伴，在行车途中的碎片时间练上这么几分钟，效果你们感受一下就知道了。但这套动作可别像在等红绿灯这种还在行驶过程中仅仅是短暂停留的时刻做哦，可以像我一样安全停好车再开始，或者开长途在服务区休息活动时也很适合。有些小伙伴可能在行车途中没有停下来锻炼的机会，那可以像猫这样，在出发前就把座椅调整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用一个比较正确的驾驶姿势，这样也能缓解行车时间长了这里疼那里疼的。我比较喜欢的距离是我的右脚前半脚掌踩在油门上的时候，大腿和小腿差不多成110度到120度的夹角。然后座椅的高度我比较喜欢调高一些，大概是视线可以超过方向盘往下看，这样我在行驶到比较窄小的路上的时候就不至于这样身横一派。同时椅背的位置我比较喜欢在跟座椅90度的基础上稍微往后一些，然后坐的时候屁股尽量往后坐，不要这样坐在前面，这样的话腰会很疼。往后坐，然后腰去贴近椅背，把身体舒展开来。因为这个座椅它是比较符合人体工学的，就是它的座椅有一个弧度，所以我们可以把身体这样舒展开。握方向盘的时候也是大臂和小臂大概成一个90度的夹角，胳膊自然下垂，不要这样端着肩，这样也会好的。如果在驾驶途中我们能找到一个让自己更舒服更舒展的姿势，那也能省不少力，让自己更轻松。辣椒，我爸果然买了鱼，还买了辣椒，太吃辣了。走吧。走。你们今天烧什么菜呀？糖醋鱼，辣椒炒鸡丁。哦，糖醋鱼好，糖醋鱼我最喜欢。那等下去超市买什么呀？买点日用品呗，顺便转转看一看呗。我们家今天吃糖醋鱼，哎，这个糖醋鱼可是我妈拿手好菜，我特别喜欢吃。而且她现在研发了一个低卡健康版，就是用柠檬和番茄代替糖醋，可以放开吃了。其实爸妈来这边陪我吧，对猫来说真的挺触动的。我10岁就一个人离开老家去外地上中学了，每年也只有寒暑假能在家跟他们相处很少的这么一小段时间。以前觉得吧，跟父母分开生活也挺好的，可能是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意识到人生很长也很短。越来越希望还是能多跟家人做做伴，多带他们转一转。就像老爸说的，车子要开启，生活要掐架，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幸福了。